新年新希望，福里乡公所为乡民投保团体意外保险，全乡9000多人纳保，每个人保费大概200多元，出险最高起付有30万元。这是继新城光复受封封面之后，又有一个乡镇为乡民来增添生活保障。新年新希望，福里乡公所为乡民投保团体意外保险，全乡9000多人都纳保，每人保费约200多元，出险最高给付30万元。这是继新城、光复、寿丰以及丰滨之后，又有一个乡镇为乡民增添生活保障。会的全体的代表也非常热心、他们都完全赞成这个政策啊，所以我们很迅速的。经费通过了，在今年的1月1号起，我们对我们所有的乡亲，只要涉及到我们福里乡的乡亲里面，他就是我们帮他主动的加入这个名册啊，加入这个保险公，有保险公司已经来承办哈。凡在保险期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，导致身体组织或器官一部或全部丧失功能，或是不幸身亡时，即可向乡公所提出理赔申请。意外遭受到重大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机能上哈，有一部或全部的一个毁败的话，或者是生命上的一个死亡的话，我们会做最高金额30万的一个给他保障的。生活中意外事件时常无预警的降临，带来无法预测的挑战。为了减轻乡亲们在面对突发意外时的经济负担，乡公所决定推动这项重要的政策，希望能够为乡亲提供更全面的生活保障。记者高雄双福里乡采访报道。